大家好，我是石头，今天来到盆景小镇了，一会儿领大家去看看。原生的是贾家的，这是贾家的。哦，山庄下山庄呗。也是庄家的。哦，这个什么价位啊？这个多少钱？这个十万块钱。这个从哪还看它值十万？哦，直径四十公分，对，是，哦，吸油，是吸油就十多万，以前十八万，现在降价了十万了，好家伙，哦，主要不好干了，想卖了它，就低价处理呗，就是，哎呦，十万，大家这个乱风看看，哎，层次感都不错哈，原始，哟，这个底座是原始的，水泥的。有多沉？这一个一吨半，一吨半，那大的一个看看，看看顶盘哈，直径四十公分，有飘有顶，层次感都不错。有喜欢的朋友们哈，可以在那个下方评论区留言哈，或者私信石头啊，都可以哈。啊，但大家这个可以说是真圆了，这个圆子就这个值钱吧？哦，可以说咱们这边没有这么大的这个罗汉松了，这个十万哈，可真不，价格可真够硬的哈。这个了大爷，这个，这个一万五，二十公分。哦，这是原生的，这原生确实，带这个。这个花盆可不错，这个花盆的值个几百块钱，六百多块钱。这个根盘看了很扎实，很好，对吧？嗯，老远看了给人一种大气。这种将军，对，有点将军风采啊！你看了带个大飘纸，非常的漂亮，很苍老哈，非常的漂亮。大爷，这个一万几大呀？一万五。最低价了呗，不能再便宜了，这一块是不能再便宜了哈。这期的视频呢就拍到这了，有喜欢石头视频的可以多多的转发或关注。